天门开，地门开，失落真魂现身来。我的头上的血，我再也不敢欺负若阳妹妹了，我请不要推我。都说当年江离弑母杀定，是的，是我杀的那个孩子，是你的。香儿娘自缢被薛芳菲夺魂，必须立马驱逐。 大昭使团的接待使征选，你去不去？你怎么也说这事啊？负责此事的是沈玉荣。大王，季家倒台，江元柏一蹶不振，告假朝堂了。那我弟弟的朝堂之上，岂不都是我们的人了？这是一盘臭棋。萧衡，你是不是入戏？并没有。你最好是没有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怎么做？ 我要他来江家亲自请你，且看吧，这出戏我会好好演给肃国公看。